九届第十一次的临时会第五届会议中吼，有审议到咱县政府送来的经，这个针对到这个动案这个预算吼，啊，最后议会做成决议，就是讲，啊，伫本县110年所列的这个办理国际动案这个预算，啊，于执行前应先提报本会，同意后使得动之了吼。啊，如果因为疫情未能举办时，应该将预算冻结，不得移作他用，并向本会备查。哦，这个你写到真清楚了哦。结果，咱伫即处的啊，这个议会临时会，县政府竟然怎啊摕到这张公文安尼，啊，就要来冻资这个预算了吼。啊，阮民进党团认为讲啊，非常的潦草了吼。也非常无尊重议会，无针对即届要办动案节相关的啊，即计划佮详细内容提供予议会来做参考，啊，就要来动之预算，我是感觉非常的不适当啦吼。啊，所以伫遮要呼吁县政府，虽然啊到最后议会用啊即、這个多数的即、這个啊国民党的力量，来通过着这个预算，我嘛是要求伊爱赶紧来做说明，啊，予规个详细的今年要办动案节的内容，啊，予所有议员拢清楚了后，有需要改善的，嘛会当透过伫报告的过程内底来做改善。啊，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，国外团体嘛无要入来，啊，我毋知伊安尼到底伊是要怎办。国际同安艺术节，国际团体不进来，他要怎么办？我们也担心他这个预算到最后会像去年一样，乌白用、乌白办，办个不得不起。哦，啊，予咱规个即同安节的迄个气味拢走去。所以伫遮，赶快呼吁县政府，赶紧把计划送入来，啊，来甲所有议员来做探讨。疫情的关系，所以讲停办。但是县政府并无把所有同安艺术节的钱拢甲都减掉，搁私底下甲留2000万办星光乐园，暗时也办个真好。当然，民进党团独管伊会当办国际同安节，重要世界疫情也是真严重，国际团队也无法度做。无法度资啦，拄啊，咱庄教授讲，问题你要办无要紧，应该爱执行前爱提报本会，同意以后才会使动资。所以刚摕到这张单，本社甲党团先些人有滴甲讲，讲应该国际团体有是吧？1万到底你要哪开？会当减偌济？三要办，三要减办，啊！把这个事情拢总做出来，应该这是适当。竟然伊照常甲你讲好，勿紧，我来做专人，但是怎个要成功过？那安尼足担忧，钱也无花伫打补上，是咱宜兰县的财政。来真正有办，阮乐观其成；，但是办甲讲无法度达到像迄款的品质，像迄款的规模，安尼要甲开遐侪钱。我感觉是足无彩，足不应该啦。叶副姐，是你尤秀坤先生啊，担任馆长，伫民国84年时啊，开始创办个只嘛。因为办动物节真重要，会当吸引甲全台湾甚至于国外一些人啊来遮来佚佗、来旅游、来遮锻炼下来消费。所以讲，馆长啊，去年拄啊，当然你讲，因为疫情关系啊。尾仔改做星光剧场，啊，当然敢若毋是真满意，所以今年开会时啊，本意是审查，啊，大家有讲就是讲，因为疫情关系啊，咱若要用啊，应当爱来互本会同意了你才使用。所以讲，伊刚提出来，大家感觉真奇怪，一张名，你一张公文书啊，用1万，安尼你要安怎处理拢毋知，包括讲。国际动漫艺术节是支持国外团体，啊，你即摆无啊？五个团体也是比咱较严重，唔敢来。
你台湾要办啊，是什么团体？几个团体？有什么特色？有什么特别？有什么吸引人？拢无报，拢无报，拢这张来就约我，我要来约。所以讲，好机会啊！咱东南的人啊，东南的新闻，大家担心。我运动伊是爱，我各个团体袂当来。我台湾要找几个特别好的这个团体，要来遮吸引台湾也好，国外人来遮看这个艺术节，来遮带旅车，来遮餐厅吃饭，来遮消，来遮聚餐，来遮买名产。这是党团要支持这个目的。啊，今日无啊，就清楚啦。所以讲，尾啊有讲就讲，啊要做专案报告，但是我嘛希望讲。伊啊，内容啊，也真正爱真清楚啊，来讲好啊，好，就这样。国际投关者啊，在去年编列预算的1.3亿啊，啊，但是有一个附带决议，就是啊，你外国的团体无来，你这1.3亿要怎么花？但是这届临时会提出来，我一张纸。也没有计划师要怎么办？今年没有外国的团队进来，你这个样态要怎么办？我们议会是有资格、有责任的要去知道你1.3亿要花到哪里去，不是一张纸1.3亿，就是讲我都要办啊国际同玩者，不是这样。你国际外国的团队未当进来的时阵，你的样态是要哪办？像去年，虽然是疫情关系，同玩者不是无办的，它的规模是缩小，缩小你这2000万的怎么花？啊，因一个国国啊，这个经过议会同意，啊，这嘛是同款啊。如果这笔的经费，伫去年附带决议没有去认真的执行，伊嘛会当讲，啊，这议会啊，经过议会同意1.3亿啊。但是我的要求是讲，你爱把今年要办的这个形式要怎么办？这是重点啊！你要开1.3亿，不是一张纸，你嘛要计划是我要这个流程要怎么办？我邀请的国内团体或是什么，你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东西，让这些议员来知道。不是按草草道道讲安尼，就是你们议会通过没有错，我们不反对办同玩者，我们是支持你办同玩者，但是你今年要办的形态，外国团队没有来，你要怎么办？这你要有计划师来敢讲啊！你无一个计划师敢讲，你给我一张纸来叫俺1.3亿，这样你有够尊重这议会？对吧？我希望讲你，这个要办的进程，你要安怎办？啊，把这个形态说出来，把它计划给我们知道。但是因为现在疫情，国外还是虽然有缓和，但是目前因为县政府还是在国外团体的部分的进入，国内的办理还是暂缓啊。那有关于这个预算的这个整个的执行面。我想不是只有草草的一张公文就这样带过哈，这预算将近有关于到1亿多哈。我想宜兰县政府文化局必须要有一个执行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计划，包括跟这个我们妈祖文化节一样，能够提供详细的这计划，包括你的这个每一条的明细，包括你的办理的过程，必须要详细受到议会来审查，而不是说这样草草了事哦。这样子无法对县民来交代，我需要这个部分必须要向县民说清楚、讲明白。同文姐，王姐，这位李后明。